对，他现在不能走路。啊，你妈妈现在也不能走路、啊、哦。那你说她不想去做复健哦？对啊。那、啊、不做复健会越来越萎缩，她不知道吗？对啊，她、啊，但是她已经萎缩了，很厉害了、啊。你不是说她才刚复健吗？刚中风吗？对啊，但是她，哎，她已经老了。她几岁？对我大哥已经73了。你大哥73，那你妈妈几岁？啊、我妈妈民国11年了。11年，我妈妈民国14年。对啊，嗯，但是我妈妈很瘦。哦，比我妈妈还瘦是吧？还瘦啊。哦，那这抱去做复健很简单，比较轻啊。对啊，他就不做啊，反正他现在 不能走路啊。哦。他差不多三年前的时候，有一次要去坐床，没有坐到，就是。哎，那个草席比较大嘛，嗯哼，然后他就那个草席就对凹出来嘛，嗯哼，对啊，就去压到那个草席，嗯，然后结果就、那个、跌倒是，哎，那个、屁股没有坐到那个床，嗯、就蹲到那个地板去，哦，然后这个髋关节有没有？哦，髋关节就裂了，哦，裂的时候就去打钉子，嗯哼。哎，因为我们兄弟是轮流照顾嘛。嗯哼，几个兄弟啊？4个。哦。我要就请一个看护嘛、哦、那住在哪里呢？对，现在在我这里。就是四个家里换来换去，一个人3个月。哎，对。嗯，那看护跟着走。对。因为不然没有房间住啊。哦。哦，你也知道，现在房子都是3个房间的。对。我要小朋友也要住啊。是。他就轮到这边来，我比较会，像我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把他从都有人站在背后，对，我就从这个膝下的时候，对，把他扶起来的时候，要让他走。嗯哼。啊，他就说，对他走会酸。哦。脚会酸。哦。我说，妈妈你不走的话，对，以后脚萎缩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走路。对呀、啊。啊，他就说会酸呐、啊嗯，我说酸也要忍耐啊。对啊，我他就不要，我不要的时候，我就在我这边，我会硬着他，对，扶着他走。嗯哼。啊，去到我那大哥他们那边的话，嗯，对，就没有人要理他，就只是弄给他吃这样子。哦、嗯，我再轮到我这边来，对，就完全不能走了。哦。所以就等于9个月以后回到你那儿，对，哦，就完全不能走了。对，那可以坐起来吗？坐起来，对，是你要能扶啊，还是要扶？他自己也没办法坐起来。哦，这样。所以说，就说这样子，就没有办法。所以，我的看法是，如果说他能动的时候，不动哈，对，就萎缩了。对，他手脚哈会。萎缩到变形，你知道吗？ 对，我知道。你妈妈现在手脚有没有变形？脚有了，脚有了，哦、手没有，手还没有变形哦。对，哦，手还可以动，还可以那。哦，那如果脚变形的话，连站都没办法站。对啊，这现在就没有办法站了，因为他的脚，就是你要能扶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脚的力量没有了。不是，有的时候。那个垂足、哎、变成脚垂足，你想站都没办法站、哎、我知道他现在垂足了没有啊，就是你没有办法站着、啊、对、就是你能扶着他的话也没有办法站着，对，因为他垂足嘛、哎、对，他脚垂下来了，他想要站都没办法站、哎、就是没有力量的，对，完全不是跟力量没关、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他连结构上都没办法站、哦、哎，垂足，你知道垂足吗、哎、就是这样、你看本来是你站一定要这样、脚掌一定要跟身体是成90度嘛、那你如果没有那个它是垂下来的、你说这怎么讲？没有那也没有，它没有垂足有、哦、所以它要站还是可以，对，就是你要能哦，就是现在没有力量就对了，脚已经没有力了就对了、哦，是，我妈妈现在在附近练习站，她也有点
脑部也表对是有在萎缩啊。你说你妈妈？对啊。哦，他原来脑部很好嘛？没有，脑部就是他原来也是有点萎缩，就是里面的那个脑浆有没有？嗯，有点在已经慢慢的干。哦。那医生是说这样子的话比较容易血压高。哦。那你们现在有在固定拿药吗？有啊。哦。已经拿了差不多有七年了。哦，拿七年。哦，所以他是从几岁的时候开始中风？他是超九八十，差八十，八十八，八十八的样子。哦，八十八的时候跌倒的。哎，你是说跌倒不是中风了？不是，那个是跌倒，他中风是差八十八年。八十八年中风，啊，跌倒是？对，是小中风，也是小啊，很小的中风，就是对手脚没有力量这样。哦，手脚没有力量，那个可以做复健，对，慢慢就会好。对，那时候是，我会帮他按摩我要按一按的话，他就只要一个月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站起来了。哦，真的、啊？你给他按摩，你有学过按摩吗？没有，我就给他按一按，我要叫他手挤一挤啊，脚。我要脚抬高，我要这样子让他，对，我就自己在家里，对，让他做一些简单的运动这样子，我要做一做的时候，他就能走路了。哦，真的。那你有学过吗？没有。哦。我那一次是小中风，就是手脚无力，我要去的时候就说对小中风这样。哦，这样。住院也是住了半个月。哦。那你很厉害啊，才半做一个月他就可以站了。哎，对，出院的时候我帮他这样子让他一对一个月，他他就能走了。那时候你没有开计程车全心全意帮他做按摩啊？还是你还是有？没有，我也是一样，我也是上班吗？啊，中午晚上啊。啊，只有中午晚上就可以把它做、就可以，还是那个外劳有帮忙做？没有，那时候还没请外劳。那时候还没有请外劳哦，直走就走。那时候还没请外劳，就是前面这个样子，向着右转。这条。对对对对。好，我有录到你的手势，没有录你的脸。好，谢谢哈，谢谢你跟我们分享。嗯。所以你妈妈现在已经90，那是88岁的时候，那七年了，所以现在应该是，到了，对。在左边右边？左边。左边不能回转。好。所以88岁，你说七年，那现在是？没有，那时候是民国88年。哦，那不是88岁的时候。88岁的时候是民国几年？九十几年那时候。嗯，反正。在这个电梯吗？不是，前面那个电梯。哦，左。前面那个电梯，前面。在前面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过了这个，我车这里，哎，就这个电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